别想最近的所有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须叫人所提供的节目，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林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16449，咱两同来利用。年底要到啊吼，大家呢开车啦吼，来来去去啦，爱平安。做工课呢也不用太着急啦吼，咱常咧讲吼，急会产生乱冲啦吼。过来就是讲急过头了，反而会对我们不好啦吼。所以咱讲，紧事看办，大项代志拢爱紧心啊做。吼，因为呢年底这个吼运呢有可能吼。啊，咱讲第一立春要交运的时阵呐，吼，户外交替，那咱要小心呐，行车平安。过来就是讲吼，啊，对自己的工作上收尾一部分呐，吼，啊，那讲阿伯吼真圆满，也不用着急，然后第一个就是要把身体照顾好。那每年的入阴年，咱也够有机会啦吼。啊，所以讲嘛，希望讲咱伫个来来去去高速公路顶开车的，咱一挂开车好朋友，即司机老大哥啊，恁平安顺利啊，回家出个团圆饭啊，跟父母亲聊聊天啦吼。红包大包小包拢无要紧，最主要是你安全，大家都平安啦吼。来来安排这个好听的信息。咱讲音乐陪衬一下，也都叫人卡电话了吼。阿梅香师姐，我现在都一直在等听听你说那个易经的哦，分析啊，我怎无听到呢？啊，怎都无时间，所以没有安排然后。那我们现在就先讲一下吼，安尼讲着讲分享啊吼，有个人讲。知心的朋友说真心话，最幸福的时分，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知你的朋友真的跟你有真心？然后，就是说朋友真心，就是在看说你呢，不因为遇到你运道较不遐顺的时阵，
吼、哦，这个朋友伊会来问你，会来关心你，吼、哦，这个就叫真心的朋友，甚至于要各位上慷慨解囊来帮助你过了这个难关，哦，啊，也许然后你有欠他的，但是他从没开口跟你要，那就是真心的朋友。伊知影讲啊，你都走到这个时阵啊。吼、哦，伊若阁甲你开嘴，你嘛无法度好行。那么迄个时阵呢，吼、哦，这个朋友就做袂成啊。啊，这种个朋友，吼、哦，咱讲真心呐、啊，吼、哦，什么叫真心？你在苦难的时候，他能帮助你，吼、哦，然后呢，也会吼，咱、哦、讲安抚你，然后鼓励你，这叫真心。吼、哦，有时阵呢，你讲啊，你拄到一个朋友，足够卡，或足够讲个，但是。咱有时阵甲伊讲话，你会感觉呐无正无味，为什么？因为没有重点。哦、有的是、哦、你说再怎么真心呢、啊，我们也不要去对牛弹琴，因为对一个牛弹琴、哦、也是枉然。啊，你真正对伊足好哦，但是就伊就感觉你甲伊讲，伊就听无，就敢那对牛弹琴同款。心是一切的根本，咱要呼伊、用伊、爱伊，心就是能够一把尺，哦明他、敬他、度他，心情才会当静舒一点，才会当作有作为嘛。心不要怨恨，心有阳光了，处处和善，心怀豁达，哦，处处海阔天空，哦，现在讲海阔天空，修行先修心，守好自己的，哦，你把你自己，哦，先修好，才能修好你自己的法。咱常咧讲哦。走你自己的路、哦、文化是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文化你也要看什么叫做文化。有的人的文化有时呢、哦、真的你看不到 人真正的友爱跟善良、哦、所以有时说、哦、人生不要求得太完美，但要求活得健康就好、哦、我们黑夜的明灯走向光明，磊落的坦途就是哦，黑夜中的明灯，一世人短短啊，凡事免想计较，心腹若想过细，咱万茫贪想济，一直要甲缀落，一直要甲缀落。吼、哦，不求奢华时尚，只求老幼有序啦。吼、哦，老幼有序就讲，老爸老母老，但是身体要健康啊。少年人又够有规矩，然后你的家庭就是温馨，气氛很好。吼、哦，所以咱讲啊，小爱不一定都爱要求浪漫。但求甘苦相伴呐、啊、吼，在这个平淡当中感受真实吼、哦、啊，咱呐如果讲体会温暖幸福，真简单呐、啊，只要有人相知相喜，快乐很容易，只要知足有人陪伴就好。人生不求活得太完美，但求活得健康长寿又快乐，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哦啊，所以有时阵呢吼。人呢，不要唔通要求伤济啦吼。咱现今的世界，人类已经离不开宗教寄托啦，哈，或是美其名叫精神信仰，就是讲讲较好听，叫精神信仰，哈。但是每个人的心中都隐存在或多或少的疑惑，哦，参加了宗教信仰，表面上好像得到安定，哦，得到了寄托，哦，还有一些些的满。突然、哦、你如果发生了一点事情、欸、你也感觉怎样全盘都推翻了，为什么全盘推翻、嗯啊、我都这么信、啊、为什么他我没有改变、嗯啊、我的孩子、啊、他还会这样学到去跟人擦撞，你如果不想稍微擦撞，也许是神佛帮你、哦、让你警惕一个小擦撞、哦、跟一个很大的车祸，那是分别、哦、天比较大呢，足大个车祸，反正囡仔都碰见你。啊，那小擦撞，你就怪神明哦。我进了这个道场，也没有什么样的护持，为什么我的孩子还会跟人家擦撞？如果是小擦撞而已，你要谢天谢地呢，要让你的孩子警惕。因为我有这个小擦撞，我就会注意开车。再来就是啥，咱家的平常时开车得讲。敲车的时阵嘛，要有规矩呢。唔是你想要敲就要敲，啊，心很急，你想要怎样就怎样。过来就是啥，有诶看到人塞好车，就安尼过，你也感觉唔甘愿。我你驾看卖下来，看上较紧，就是找死。所以有时阵呢吼，咱讲
精神信仰，但是你信仰的这一个，哦，把所有家里面的大小事物都要用神佛来用一个储存。神有给你保庇无？有平安无？还是发生一点点的代志，你到顶下神了，连一点啊价值观拢无啊，也没有价值让你去上香。你觉得那些都是插头而已。这是讲表面上，吼、哦，有时阵咱有时讲，你灵根智慧要提出来用呢，吼、哦，生活习惯的实相，吼、哦，一般人已经吼、哦、很习惯的用了那一种，啊、哦，意识迷信，强压抑在内心的灵光智慧，好、哦，殊不知这种举重是在扑灭你自己生命的光灵呢，你敢不知？吼、哦。欲如你的天性住在，让生命在闷烧中的忧郁走向的尽头，这不是你的措施吗？是啊，而是你现在是这，吼、哦，人讲世界宗教绑架，吼、哦，吓唬你魔力过于强大，就是讲吼、哦，有的人信这个大师，伊就跟你讲吼、哦，你咧创啥，伊目睭拢看会到，吼、哦，啊，你去别甲别人吼、哦，去对参加什么活动，伊拢知，这叫做。帮把你框架，啊，佮把你恐吓，用伊个魔力吼、哦、来把你强制把你控制。一般人是吼、哦、很天真呐、啊，灵性受到层层蒙蔽，无法起明回真。迄、那个时候你讲当作真诶哦，哦，我把迄个书偌搞咧，我含人去对抛山，伊也知呢，啊，我去对创啥，伊嘛拢知呢，哦，哎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之光、哦、你愚鲁、哦、你愚鲁到这一种程度，人给你绑，人给你框架恐吓，用魔力过于、哦、人说真的还是假的你也不知道，用给你吓的你也吓出来、啊、人会要看一个人的面相，你在做什么事情，人就有法度给你摇，别说真正会看到、啊、别说真正会知啦，你走到地他都知道，你去跟他拿你也知道、哦、人去创啥你都知道，他都知道，你做被宗教、哦、被这样的一个、哦、宗教来绑架吓唬你、哦，光也魔力强于哈，比神还要灵。你走到哪里，他都知道你。你去参加什么样的什么事，他都知道。这哈，我来讲听听得好啊哈。一般人的天真灵性受到层层蒙蔽，无法起明回真。所以现在的哈，咱讲人呢，哈，爱有一个体会啊，哈，爱一个体会。哦，世界今嘛有五大教嘛，哈。啊，现在有的人说，啊，成立的宗旨有很好的理念，也有不好的理念，所以咱们要创造生命存在的价值，哦、不管说你今天去的是小乘、哦、理念，还是每个人都为了觉醒，哦、要去找灵丹妙药、哦，让生命重新点燃大放光彩的诀窍，啊，一直要找看我都要一条就跳起你嘛，哦这就是在说咱的思想真的是果因、哦、里面那个心论、啊、果因也有智慧，果因也有正道，宇宙分为客观与无形、啊、两大范畴，而无形又分为、哦、有意识无形与无意识无形、哦、两个境况、啊哦、说人类是在万物之灵故能知晓一切，并得天独厚的条件修炼成仙。哦，哎、啊、呀，真正是仙，伊嘛袂甲你恐吓；伊若真正是仙，大行拢知，伊嘛袂来吓惊你，嘛袂因为安尼甲你框架，他也不会。为什么？这个地主的根基到多位，伊拢足清楚。吼、哦，生活的条件有够啊无，生道的条件有够啊无，伊拢比相较清楚，伊才落甲你恐，唔免啦。哦、其实每一个都能成为灵性的天命，只要你是否把握住可能的契机是对的，自然宇宙拥有绝对的客观性，人若还没到那里你没硬杀、哦啊、灵性还没开的时候你不能硬要叫他一定要做不到的事情，那这样也不对、哦、要随着他，咱人的灵性又清纯，吼、哦，咱讲皎白无瑕的，
它不存在感官上的是非善恶，吼、哦，伊是一个吼、哦，咱讲意识吼，伊、哦、能量场的光是单纯的，但是一旦有形结合成体了后，瞬间的频率伊就聚降，吼、哦、啊，瞬间的频率就会转换，因为被人吼、哦、用一种啊、哦、魔力或者是恐吓框架的模式，让你去做出不应该做的那一种动作，哎，那这就是不正确啊，好，就是不正确。吼、哦，咱人呢，吼、哦，不管高频也好，低频也好，吼、哦，迄、那个意识伊拢会出现。高频的人有高频的意识，吼、哦，啊，低频的人有低频的意识，啊，不然那是降频形成，而当生命实体出现，吼、哦，不然那讲实体不断的想要在环境中，吼、哦，咱要去怎，你要去安怎？安怎去安排？哦、你必须不断的学习诸事，哦，习作作以、哦、不要是去习仿别人啦、啊。因为咱算一个低层次的灵，啊，你唔能去模仿高层次的灵。哦，你膨胀，你若膨胀了后，啊，你就会忘我，你本身就失去了分寸，那人就会讲你造化临摹。哦，讲啊，这个你也看，基础都拢拍无在。包括入宫参拜，一礼节都拢也唔捌，吼、哦、啊！伊就安尼噗噗叫，安尼直直抢，直直去啊！这种啊，这一半是被人家吼、哦、硬吹上去的，吼、哦、硬推上去的，吼、哦、根基也未拍在，就讲咱讲囡啊，同款囡啊，你无学白，你要哪会惊？哦，先学白了，伊才会惊，会惊嘛？会惊会知，伊才我都用弄的呢。那我们就一跳就跳过了。在一就跳到三了，二那个层次就可能忘掉了。所以、哦、不要模仿别人、哦哦、你模仿别人你会膨胀你自己、哦哦、让自己忘掉先天而将所有的 认知全部改变、哦、因为你一味的模仿别人、哦、你的疏远的意识、哦、意识就是由心所指挥的，你由心所指挥，你没有办法以修正修行的方式、哦、以正果为目标，你只能爱当要爱心通要爱你办这样的话、哦、那种是要有程序的、哦、所以人说今生的天命、哦、此为果因心论、哦、当你设定了目标了后，你计划执行，你要自然自己便有了安全的、哦、心向通好修道，你那是有已经啦吼，已经吼安定吼，你都安全吼。你这个安全，就是你已经吼知影吼，去模仿吼跳级进阶，那都不对的。你的根基那无在遐，唔茫甲人跳，唔茫讲一级要跳到三级，好安全的向道修就好。达成目标过程当中，你必须锻炼你的生理及心理健康。你生理跟心理没有健康，你在你的修行当中，你必须要判断中，必须要调整正确。这个修炼过程便是果因智慧。你必须拥有冷静清楚的智慧，方能成就一切。哦，唔通去模仿人。嘛，唔通讲，我看未到啥，啊，我就一定要安怎？强迫自己一定要看到，也不要。为什么今天我会讲这一段？因为张都有两个朵亲就这样问我，阿公，梅香师姐，最终的、哦、正果必须由自己的神灵跟元神证明一切吗？敢是安呢？我讲对啊，哦，你的正会成为一个正能量的果位。必须由自己的神跟灵跟你的元神证明一切，也只能靠自己印证你今生的成就、哦、你要成就仙佛之果，接着要达成正果，就必须要有正确的道途。现在叫做正式的道途，正式的道途里面太上老君就这样跟我们说、哦、他给我们定一个说修下仙、哦、招式定下修仙，道途健康长寿，觉醒灵生光大，谈修行就先要锻炼身体，懂得吐纳呼吸。这是咱太上老祖
安尼甲咱讲诶，吼、哦、啊，伫咱这昆仑仙宗，吼、哦，就是太上老君嘛，甲二仙祖、甲剑祖，吼、哦，啊，佮咱吼一位吼、哦、道长呢，吼、哦、啊，已经呢吼，甲咱谈遮尼济啊，吼、哦，就讲你诶正果必须爱有家己诶心灵，甲你诶愿心去证明你家己啦，绝对不是去模仿别人。也只能靠自己去印证，吼、哦，安尼才对的，吼、哦。啊，你过来就是讲，咱要达成正果，必须要达到正确。你行道途是有正确啊，无正确；，甲你引导的老师是有正确啊，无正确。吼、哦，要得到太上老君，吼、哦，降世的，而且话呢，吼、哦，就是讲你的道途正确了，你身心健康了，吼、哦，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肉体健康先顾好。你肉体若无健康，你就袂长寿。你去安怎练嘛？练到一半尔，为什么？因为没有长寿，你那个光天就没了。吼、哦，你那种觉醒灵要怎么生？生不起来嘛。所以咱人啊是干苦病痛，灵光就暗淡。啊，灵光若暗淡，你甲讲你要安怎修？无多修啊。吼、哦，谈修行就是要先锻炼身体，懂得吐纳呼吸。吐纳呼吸伫健康的阶段，必须要学习的。花朵嘛，安尼甲恁教，花朵吐纳的气功，气行小周天，仙门不断金。吼、哦，咱有没有讲？有没有去看过这种书？气行小周天，仙门八段锦。好、哦，这来对主功夫的哦，让身体保持肾畅健康，为修道奠定良好的基础，才成为长寿两个字。哦、长寿是为了仙道，为了长生久世的心理健全。哦，那呢，道德经到底播种种的对，就种的元神，就是咧讲元阳神功啦，吼、哦，元阳神功，吼、哦，道依必足，吼、哦，教学培养内心灵性的坚实宁静，吼、哦，使咱家己的生命内底可以延伸，意识能够超越生命，达成永生的目的，吼、哦。然后觉醒是虚与实的一念界限，所以讲觉醒是虚觉实的一念界限，界限是灵性是否超越，这内底咱家己爱去感，吼、哦，达入了这个吼、哦、啊超意识的境域里面。就关于我们说的通神，好、哦，但是你讲这个管道唯有怎样，就是静，再是静，好、哦，还是静。无论是好、哦，你躲在虫洞里面，还是讲什么款的，哎喽吼啊，人讲好的这个地理啦，吼、哦，时空都有裂缝，太极旋动，量子纠缠等等等，都不外乎造作和静的变态才能。偶现玄境，哦，现境，所以人讲静坐是修身的不离法门，是真实的，好、哦，就是静坐，好、哦，灵的那性。今天要说的这一段呢、啊，很长。吼、哦，灵，你安定啊吗？吼、哦，你灵在升等吗？灵安怎升？灵升是锻炼灵光意识频率的提升，也是人类灵魂精神奔要好、哦、要奔要到逍遥的抽象描述里面，当生命的灵性。哦、抽离恢复原始的真诚的时候，就是讲抽离恢复原始的精神呐、啊哦。你原始的精神就是一点灵性落来，伊拢是足精足纯的啦、哦。要超感觉的第三资源功能会会照到自己的自己。哦，啊，这就是咧讲根就是灵根。好、哦，在这段阶段修炼、哦，要不要？在静寂之中生品、哦、使自己的死的生品对这个十个、哦、先到十五处、
吼、哦，这个品向上跃进，不断的提升超越，啊、哦，这就是讲使咱家己的灵光伫在生命意识内底，吼、哦，拾回至光天原厂，啊、哦，都是一切生命好、哦、光子的源头，啊、哦，也就是仙佛光体聚集的好、哦、一个领域。就是在那里面，好、哦，这叫叫做生命投胎降生的第一层的天命，好、哦，光天是无限的源头，也是不可想象的开始。每个意识的光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光性，那就是不断的超越提升，没有极尽，也没有开始。啊、哦，现在讲没有极尽，也没有开始。我等下你讲道是要安怎去修，其实你。你日常生活，伊就是拢甲刀，你拢甲刀做伙啊！不管家母娶家啊，囝嘛刀啊！不管你做任何的代志，拢刀啦。道他没有离开你，道也不必你特别去寻找道。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你所遇到的人事物，你所在做的工作，都离不开道。迄拢是有道理的，吼、哦，绝对有道理，人家去做这种代志。生活的频率是已经可以畅游任何维度空间呢、啊哦、你可以去看见、哦、未来过去现在的一切那叫做什么、啊、你就连到光天生活的频率、啊、那当然你有法度畅游任何维度空间嘛、哦、任何的维度时空你都观得见嘛、哦、但是你观得见未来、哦、观得见过去、哦、现在的一切但是你无法告诉任何人呢、啊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你的意识境界，哦，你咧讲也感觉也听个无他哩无他哩无，但你讲个真啊假啊呢？真正你有看呀、哦，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伊甲你的这个维频都无同，频率都无同，你所讲的话伊听无，但是呢，尊公听有啦，伊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维度空间，所以他没办法了解你到底看到什么。啊、所以你甲讲一听，一听甲会感觉真奇怪。所以咱来讲同频的人，同频率的人，你跟他沟通很容易就沟通；不同频率的人，你跟他沟通很难沟通。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因为伊无去经历这种维度、哦、时空里面的那一种，吼、哦，伊都无迄个频率，所以你跟他讲这些就等于没有用。吼、哦，要慢慢让他成长。慢慢教才会有，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你的意识境界，这也就是、哦、何尝听见先知神人能够精准的预测、哦、预测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在预测我们的祸福、哦、预测一个人当时会遇到什么大事当时的希望、哦、而这个真相这也是灵魂光子投胎转世为人的终极目标但是每一个人一出世就定了这个成就好、哦，必须要开窍修行，先过风林，回到根的故乡。我们从一道、哦、很清纯的光而下来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去？哦、非常非常好的，好、哦，南宫光的故乡。希望大家、哦、能够知道，好、哦，南宫顿悟生命的真相价值，把握住生命存在，实践力，好、哦、功业，然、哦、后。有时间就吼、哦、啊，建立一挂工业，和咱的精神甲天地永，人讲永存不朽啦，吼、哦、永传不朽啊。所以讲创造生命存在的价值，吼、哦、你呢也要创造生命吼、哦、存在的新的信仰，你就会知道了解哦，原来哈、哦、我们都是由一道光而下来的啊、哦。啊，咱讲道唔免特别去追求，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是道。在你日常生活所碰触的都是道、哦、有道理你就很顺畅没有道理你就会遇到了一些阻碍跟困难这样而
哎，今物呢吼，啊，咱讲到明年吼，壬寅年吼，虎狗猪，吼虎狗猪，吼虎甲狗对冲，吼啊那是啊，咱讲猪吼甲咱的这个吼狗算偏冲，然后算偏冲，这三个生肖，然后这三个生肖。过来就是咧讲到吼，咱不管讲今年所有冲翻掉的吼，即个所有的吼，咱讲星君啦吼，未入咱的命宫进前，咱就是甲宫上伊，互伊回归本位吼，唔通讲吼，咱讲该斗啊斗到一半了，哇啊拄着啊拄着迄个时阵，所以咱讲统一这届流年运就是年初，为啥咱正月初一就开班啊？正月初一甲十三。哦，咱一定甲先军兵报好啊！哦，咱伫二九阴暗，就是爱做咱这个正月初一要做的科仪，先向咱的元始天尊、哦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玉皇至尊、哦啊三官大帝、八个智慧大帝、哦啊个九、哦咱讲九皇、哦咱有这九曜。啊，九曜星君，金木水火土曜，罗九计多星。过咱的太阳、太阴，咱人无日月，咱就无在生存。无这星球、星光的道场，你伫这个二九阴暗，咱做这个科技了后，开始就要点灯。点灯就是灯管，你文书去哩啊！吼、哦，你要做这个工课，升禀去哩啊！吼、哦，咱讲三清道祖、温准阳大天尊、吼、哦、三官大帝、八个智慧大帝，这所有的星君，吼、哦、啊，过来就是。啊，咱的五行嘛，金木水火土，吼、哦，这所有的吼仙君拢爱恭请，伫咱这个法庭，都、就是伫咱二楼，吼、哦、二楼有九曜嘛，吼、哦、九曜罗九计多，吼、哦、日月，啊，过来就五行，吼、哦、金木水火土，这拢跟咱的元神本命有关系，所以二九阴暗已经文书都起嚟啊，都是为初一甲十三杂支，诶，这就叫统一这界。以后过来，迄种无算统一这界，迄种会叫流年这界，迄甲统一这界就无关系啊，甲年运的流年这界就无关系啊。好、哦、啊，所以咱讲正月初一甲十三，这咱就是有上表啊，上表去上天禀照，咱要做的这科技工课，都、就是犯着天教白虎、五鬼白虎、四虎相称，吼、哦、高轿相称，吼、哦、官符、车公、黑官，吼、哦、也是讲吼、哦、咱的双门。哦，即师傅相称，即车军拢爱家请，然后就是讲出生年月日爱报清楚，地址报清楚。今日你要上仙君，吼、哦、离开你的本命，就是你有恭敬伊。所以人讲太岁头上不动土，咱来犯太岁，对冲太岁，吼、哦、偏冲太岁，咱是甲太岁知会一下。吼、哦，我今年当然我会尊敬太岁，吼、哦、我会尊敬，我袂去冲，我嘛袂去犯。好、哦，那你要甲做这届哦，囡仔无来，你也甲穿衫裤，以伊咧穿的衫为主，过来就是啥，点伊的衫，内底有只出生年月日，这，哦，这等于啊，囡仔衫爱遐等于穿，领巾壳爱遐等于烫壳，吼、哦，啊，咱若现场来的时阵，哦，咱也过另外一个吼、哦，咱讲气府纯青，哦，就是表示讲啊，咱会当。摕茶叶蛋去咱的七星桥，咱七星桥就开会啊嘛，开七星会，伫迄个所在，互恁过会哦，啊，伫遐烫壳，吼，好的老的，无好的，吼、哦，啊，人讲顺水流呀，吼、哦，好运老的，歹运咯，对水流去啊，然后落来，咱再去七星桥落来了后，吼、哦，咱再拍平安锣，吼、哦，共三个平安锣，就一、二、三，吼、哦。第一人，你的愿望是啥？哦，好运来嘛吼、哦！啊，过来就是讲身体吼、哦、健康吼、哦，啊，病苦爱走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你有啥物心愿，你也使讲三次，一个人也使讲三次，你就是可以发愿，那就平安罗，你可以去发愿，好、哦，甲讲嘞，哐，安尼，好、哦，这就是吼、哦，咱正月初一到这个。十三，而且通过这个流程，甲咱讲互咱清楚了吼。
咱总讲到这个易经，吼、哦，易经内底咱即马讲有天有地，吼、哦，人修万物生焉，营天地之间，者为万物，吼、哦，丰盈嘛，吼、哦，啊，所以咧讲到讲，咱讲圆满的意思，吼、哦，就是咧讲到顿，顿就是意思，咱较早的人。先来讲啊，底话哪有挂起来？咱无提米架红夹，无夹秤，咱来去用一个盾，吼、哦，就是讲我的食物来创啥，我得去搭一个所在，吼、哦，来盾物件意思。迄自古早都有诶，吼、哦，啊，甲用一个盾啦，吼、哦，迄、那个盾叫做盾，盾者物之属生。你咧讲，我一个呢底话挂起来，我嘛是爱去较早诶人讲用对诶啊。对迄个壳互摕掉，然后再来煮迄个米嘛吼。但咱爱留一寡啥？咱爱留一寡爱藏黄啊。以后呢吼，哦，咱若要开始要种稻的时阵，你爱留一寡切啊，吼，通互发芽啊，吼，发芽了后就算成为稻苗嘛，吼，这稻苗了后，咱再搁田地搁甲播，伊呢自然伊就搁生，吼，搁生足侪迄个啥稻穗嘛，吼，这个叫做。天地吼，人修万物生焉，就是有天有地，然后就是万物吼。啊，万物就是讲营，就是讲长出来吼。这个万物你要安怎去甲囤，就是要安怎去甲藏，要安怎去甲保存吼，去甲保存吼。物生必明故修之以明，明者明也，就是咧讲啥？就是咧讲着讲物，咱啊今仔日吼有甲处理好势，咱就会当互咱的子孙。免烦恼无饭通食，个叫做需要的需，吼、哦，一需者饮食之道嘛，吼、哦，啊，咱讲有食必然就有嘛，吼、哦，有穿，吼、哦，啊，这个爽哩，这个就是咧讲爽必有脏器，故修之以需，需者脏也，脏必有，就是咧讲人呢，吼、哦，较早无物件的时阵，以物换物。好、哦，叫做以大众。你家有什么东西，我家没有什么东西，那我们的东西可以来交换。好、哦，这就叫做啥？好、哦、啊，到尾啊，那讲啊，你有讲偏看，吼、哦，会产生了啥？会产生了讲会口角，吼、哦。啊，咱人呢，无迄个袂口角的，吼、哦。你只要讲偏，吼、哦，有时阵呢，大刀入啊，小刀出，这嘛当讲偏。这加尾啊呢吼，民众嘛，甲你讲，会甲你讲哦，这个人的这个所在吼，你茫去哦。伊人吼大，人讲咱提较济去，爱用较少好难。啊，这个叫做啥？人呢，你要储蓄很好啊，东西要有理吼、哦。为什么做什么代志？人讲亲啊，就是子孙啊头嘛吼。哦亲，你若讲吼，啊，咱讲减量啦吼，这就是去积到你的子孙的福，吼、哦、啊，所以讲吼，亲啊，现在十六量，内底吼有三个，吼、哦、有三点，啊，大量拢十三量，吼、哦、啊，这十三量是啥物意思？吼、哦、啊，个三点是啥物意思？吼、哦，这嘛是咧甲咱讲，子孙啊头，甲你的福报，甲你的寿啦。啊，叫做福禄寿，迄三点就叫福禄寿。吼、哦，你讲减斤减啉，就会去靠着你的福禄甲寿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人呢吼、哦，不管你今日做足有诶啦，吼、哦，你嘛爱有礼，吼、哦，履而泰嘛，然而安，固之以泰。泰则是遇到吼、哦、什么事情。哦，物不可以中通嘛，所以就是咧讲物不可以中朽，就是咧讲固守之意，当人以人懂嘛，就是咧讲人做甲有道理，就甲天共款。好、哦，物必归因固守之有大有，有大有者不可以盈嘛。所以讲人爱谦呐，好、哦、有大大诶谦，哈、哦、必然呢吼，对、哦、这个时阵呢吼，咱就会去随着。因为的谦、哦、你的事就很顺、哦啊、这个古者事也、啊、就是在说到说临咱人来去拄到说固守以临拄到事情的时候、哦、你观看什么观看后面是有这个合理之意吗那无就是咱家己本身的、哦、去修到这个积法、啊、就是咱家己自作自受、哦、咱说
人来到这个吼、哦、人世间呐、啊，唔能去讲百舍，吼、哦、你讲百舍，就是讲哦，物不可以将尽嘛，百境常换，吼、哦、下果受之，就是咱讲善良人，吼、哦、有时会去哦，好野人欺负去，明明你这么退做事啦、啊。啊！这明明都会当奔四大车啊，是啊，伊就甲你遇到硬硬要甲你拗，吼、哦！啊，这就是咧叫做啥？人哦，福积不猛，吼、哦，无猛有无猛前头苦特，就是咧讲人呢，吼、哦，唔通安呢，吼、哦！如果不可以将过，吼、哦，以修以看，吼、哦，看者含也，含就是必有所累，果修以离呀，讲离者。有天地间了，有万物，有万物间了，有查甫囡仔，有查某囡仔，吼啊，然后有翁某，吼，然后白囝，然后君臣嘛，吼，到这所有的上下有上下，到这个礼仪，吼，夫妻之道，吼啊，所以讲人到尾啊了后，你总是爱去了解这道理嘛，吼啊，咱不管讲咱今日是大户人家，你绝对唔通去欺负迄、那个吼，甲咱做田的这个田啊，吼，咱都。伊都一家伙都干那靠家己分的遐尔，吼、哦！啊，你呢？搁再无他较慷慨，搁加一输来，互伊，就表示你无得。啊，你无得，吼、哦！你干那家顾你家己子孙会饱，人家你替你做甲要死的人，搁食袂饱，穿袂少，安尼反倒等你，就损失着你家己的德。啊，损失着你家己的德行，吼、哦！以后呢，吼、哦，主咱定咧讲吼，先来讲吉。人来到这个世间，讲吉不吉，吉不吉是什么意思？吼、哦，为什么较早有山贼啊？吼、哦，有山贼啊，走去山顶，走去山顶，伊嘛是人的囝呢？为什么伊去做山贼？伊无通食，啊，佫互看无起，伊会起疑无？吉不吉，伊就会犯。这个贱食尽，尽必有所归嘛，固守之归。吼、哦，就是咧讲到，咱呢，走囝，大家要嫁拢要嫁好野人。吼、哦，啊，咱若甲嫁牛啦、嫁羊啦，较早人讲嫁牛、嫁羊，吼、哦，嫁精神啊，吼、哦，啊是讲吼嫁者啊，啥物，吼、哦，人就讲吼，迄、哦那个娶到好嘢人个查某囝，吼、哦，这嘛是咧讲，经大者必失其机啦，故修之以礼，就是爱流浪个意思，吼、哦，今日好嘢人伊唔免啦，伊大下厝咧大，但是呐，善甲无啊多，伊爱俭食，俭食尽也，就是讲无所归。啊，要安怎？啊，我只有着来依靠，吼、哦，亲戚朋友。啊，若无，我搁较安怎？我嘛是爱离开故乡去拍拼。那较早的人是爱离开故乡去拍拼，吼、哦，终于离离这离嘛，啊，就是讲吼，无、哦、法度。啊，既然是无法度，我只有是离乡背井。啊，离乡背井要创啥？就是要去找机会嘛。找机会，你若讲拄到，吼、哦，哎、啊，你真正真有福报，吼、哦，不可经过受之，物质庄严。中恩的意思就讲，你去处理个外口，你那是一个忠实有礼貌的人，我相信讲，你行到对贵人拢足现的啦。啊、哦，这就是咧讲人爱会样做，吼、哦，好业唔通欺负善的，吼、哦。啊，咱的田啊，你甲咱做了足辛苦的，本来唔食米，你爱互伊食的饱，穿的少，伊那身体有健康，你田分互伊做，伊唔食，我都甲你种出好的五谷。伊甲你分一分，迄落人讲三七分尔，吼、哦，无像以前讲吼，咱的人讲遐有良心啦吼、哦，好嘢人吼、哦，好嘢甲步步上天，吼、哦、啊强的你着要甲压甲强寸体，啊所以讲咱的故乡会怎啊，吼、哦、会离乡背井，吼、哦、去别位生活，去别位讨食，啊咱婚姻观人敢无去台北做济？哦，去高雄的嘛足济，哦，出国的嘛足济，哦，为什么因会安怎？因若有机会，因就会离开国土，哦，离开故乡，哦，去别位，哦，去较无熟悉的所在，去认真去拍拼，哦，这就是已经今日要甲咱讲的，讲人伊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啦，但是人的头壳是歪的，命是歪的，绝对唔是死的，命伊唔是白死的。命是活的，所以命你只要你有迄个出头，你要安怎去出头？你想啊好，有路自然就成就。你走出了这一条路，你坚持要去甲，吼、哦、去甲找你的成就，安尼你的成就就倒转来。袂讲永远拢散归世人诶，你若拢屈伫同一个所在，永远拢散归世人诶，你就是无迄种勇敢。
想要离乡背井，吼、哦、去打拼看卖啊的，也许会遇到好的，吼、哦，咱讲遭遇，也许会遇到好的贵人。啊，你要爱好的贵人嘛，是你的心爱有正，心爱有正，吼、哦。咱常咧讲看命，谁来看未准？咱没想再讲俩。看命看未准，是看一个人的思想观的改变。这个人思想观若改变，你伊的命皆全部对咧改变。伊的运嘛，全部对你改变。吼、哦，他的心能够定自己的命。吼、哦，伊的心源性海会当去转化伊的吼、哦、以前的这无好的这命格。所以咱即卖劝人讲爱安怎修，修心养性。当然定力是定力对，当然是定伫个做任何的代志。吼、哦，拢有因缘的存在，性缘吼嘛有因缘的存在。哦啊、所以讲，迄个因缘是看你这粒种子安怎点，这粒种子呐点到了，哦，伊咧布芽就紧啦，吼、哦、啊，所以咱常咧讲嫁查某囝，啊，查某囝都菜籽命，像那较早人讲查某囝菜籽命，查某囝菜籽命都因为吼，伊呐嫁到吼迄个善翁婿，不过阮查某囝都有迄个福报做迄个翁，吼、哦、啊，结果迄个翁呢，煞直直趁钱。吼、哦，查某囝菜籽命，咱都善良人的查某囝，嫁嘛善良人的后生，但是咱都查某囝都有迄、那个吼、哦、福报，吼、哦、傍翁安尼翁傍某安尼互相呢，吼、哦，咱讲翁某来同心，黄土地变黄金，安尼呢，颠倒吼，伊成就啦吼、哦，是安怎成就的？两个互相拍拼，互相吼、哦、有法度结合做伙，这个力量就大。啊、如果你是一个好家人的查某囝，啊，你去嫁一个好家人的阿哥，迄、那个阿哥就足够甲你跋筊，足够甲你啉烧酒，足够去外口占酒家，较早人讲占酒家，啊，去地点啊，安尼话啦，你阁有几家的财产啦，念伊就无了了。好、哦，啊，咱好家人的查某囝养尊处优啦，嘛无啥会晓去讲要安怎去甲斗相共。哦、所以呢，吼、哦，善会变好业，好业会变善，拢是咱家己的心境的问题。迄、那个命格，吼、哦，咱讲细汉足享受，足好命，到尾啊，因翁甲母了了的时阵，换伊足善的，吼、哦、啊，但是一个善良人查某囡仔，伊去嫁予一个足善的查甫囡仔，但是咱两个尻川竞做伙有力啊，吼、哦、啊，一个翁赚某钱啊，翁赚某钱绝对会存钱嘛。啊，一个是负责开尔，啊，负责去忙，吼，啊，你忙，佫无在还家，啊，这个家庭就完蛋了，一定的呀。所以讲，《易经》里面他在讲的这个义理，他只是在讲，这不是死的物件，伊不是白的，就白的，它不是死的东西，它是活的，它是在你的心的念里面，它就会转一个盘，迄、那个盘呐转，你也稳得转呐。哎，你讲，学易是有好处的啦，吼。必生功的吼，咱的宫址是婚姻观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啊，咱哦，昨啦吼有寄这个贺卡，贺卡就是讲，咱有伫宫的吼有留底的地址啦，还是讲有伫宫的吼啊比较吼咱啊咱宫的吼有去寄到咱的这个吼啊通知啦是啥？吼、啊、咱寄这个贺卡，吼、啊、种虎年生，吼、啊、咱讲。啊，咱讲虎年啦，吼，虎年壬寅啦，吼，福祸相威，吼，啊，能够吼吉祥平安啦，吼，虎虎生风，吼，啊，咱讲福祸啦，吼，来降祥，吼，祝福平安，先给咱拜年啦，吼，咱慈悲变身公，咱有寄这个吼，啊，寄这个贺年卡，
来对面都甲咱通知着这个啊，咱的这个春季花卉。春季花卉呢，吼，都是伫咱的这个农历的三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春季花卉内底有甲你放一个报名表，吼，互你去交啦，吼，安尼你咧较方便啦，吼。啊，所以伫遮甲恁报告吼，啊，恁若有收到，咱甲拆开看卖啊，一个吼，贺卡就是贺新年啦吼，任阴年哦，大家拢个当吼，平安吉祥大赚钱啦吼，人讲即只好，希望讲是带来福报的好啦吼，会当虎虎生风啦吼，风就是丰收的丰啦吼，啊，福祸生风，丰收吼，正常的丰收五谷。吼、哦，也是六条好气啦吼，过、哦、来就讲生理吼，会当丰盛吼，会当呢吼啊预，人讲预言吼、哦，一颗吼、哦、啊会当生啊、哦，一直生一直生，咱人拢是为一开始嘛，一言复始，万象更新啦吼、哦，所以讲福祸吼，甲咱添丰吼丰盛吼，过、哦、来就是讲五谷丰收，六条好气，家家户户平安啦吼、哦、啊，所以咱有寄这个贺卡。哦，啊，咱甲偷窥甲看一下安尼，哦啊，伫遮呢感谢，咱若是有需要吼，慈天必生讲到，这个啊，咱讲寄送香品啦吼，也是讲要寄送咱的啊，慈天必生讲的一寡每项有介绍过的物件，吼、哦，咱若有要寄，咱直接敲电话啦吼，5916-0455-5916-0455。咱家家户户拢知影吼，啊，仪式了要上神啊吼，都有人咧问我讲，啊，梅香师姐，啊，迄香炉吼，迄内底拢点曲曲，甲会使香炉甲摕起来甲倒吸，佮甲抬抬，佮佮藏倒转，我买啦。咱香炉伊绝对是一定有定位嘛，啊，定位咱都用汤匙啊，你香卡吼，该背背起来，捞三丛，哦，捞三丛，请佮捡起来边啊吼。啊，香卡甲背背起来，用汤匙啊，胃下底吼，甲拉，胃下底甲拉拉，啊，然后较甜的，下这个吼香腐，咱就用一个物件甲撩起来，迄香腐甲撩起来，留八分甜就好。人讲香炉留轻留松啦，趁钱才会轻松。吼、哦，香炉甲拉拉，卖讲咧插袂落。吼、哦，啊，咱的神明炉甲公妈炉拢同款，就照梅香甲你教的安尼。吼、哦，咱。公妈路嘛是搁个留三层吼，都、就是拢整理好啊，迄三层同款搁个插倒转吼。过来就是讲，咱的神明路你同款吼，香卡先甲背背咧吼，甲留吼啊无甲留嘛，我今咱随甲点三层香落去吼，甲讲一下，甲讲吼，我即马要来清路，啊你免搁提起来甲拼拼甲吸吸咧，啊然后做个下倒转，咱。安路绝对有一个看时看日，安路定位啊，你就袂使讲路乌白甲刷，然后啊，你路免甲刷，你就共阮同时啊甲拉拉咧，吼啊，香卡甲捡捡啊清气，吼、哦，那加出来，你就甲留甲八分甜就好，安尼啊三层香甲插落，你松松啊，你就足好插。人讲香炉那老松，趁钱才会轻松啦吼，啊，所以咱会记哩吼。香炉就是安尼，啊，咱若要送这个灶君、灶文公啦吼，啊，都可能买一糖啊饼，吼、哦，圆啊嘛会使，吼、哦，买一糖啊饼，买一水果，供上啊，咱的司命真君，吼、哦，去咱的上天啦吼、哦，去灶饼，吼、哦，这就是一个礼貌啦吼、哦。啊，咱若讲啊，阮家都无按灶君啦，我敢着送，迄是你的心意啦，要送唔送，皆在你啦吼、哦。来，以上今日的节目就到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我的眼睛就养着清香一缕，感怀天心。